财经 APP。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 APP 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曾国华。现在所进行的单元啊，是我们和科技新报合作企划的科技新报拥抱科技的单元啊，将会为各位听众介绍全球最新的科技、财经或是网络等相关的新知啊，让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与时俱进啊。而今天与我们的共同关注的特别来宾是科技新报的执行董事林昌明。昌明你好。你好 ，OK， 大家好。是这个昌明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知啊？哈，今天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个脸书的消息，最近超级热门的。是脸书，因为脸书大家就是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扮很重要的地位了嘛。那现在就是可能中国啊、伊朗这种地方不能够用脸书，但是最近呢，中国负责网络封锁的这个管理处的这个主管啊，拜访了美国的矽谷嘛，看了很多网站，然后也去脸书的办公室去拜访。那就有人说，那这其实脸书有可能在明年可以到中国市场哦。有可能吗？对，这个现在传言呐、啊，是他像脸书的执行长马克·祖克伯，他就是用中文来接待这个中国的高层哇，然后还秀了说，他正在阅读习近平全集，好交心哦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可其实是很特别的，就是说他可能对中国是非常，他要表现出他的友好，他很希望能够进中国。我相信他们其实也跟中国谈了很多次，但是就是还没有确定下来。是。而且这个会有这则消息出来哦，肯定不是这个捕风捉影哦，是而且是绝对是有这个一些安排的哈、哦。对，所以这个他要进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市场，可能真的会成真哦。哇，那个对脸书的这个吓死人了，这个肯定哦，应该会成长很多哈、哦。对啊，因为他们的大陆那个主管叫做卢伟嘛哈，是他在今年的十月曾经对外讲说，因为脸书在中国不能够访问嘛，那不能够上这个网站，那他就对外就说，中国啊，我们有权选择跟谁交朋友来做这个回应，就是一个很强烈的措辞嘛。是。那现在去脸书那边，然后跟他们就是交流什么，其实都看起来新的照片都还蛮开心的，其实应该是一个公关的手法。那我觉得这个也透露出一些讯息，是说他们可能对这个可能有可能会开放。哇，这看起来共识应该还蛮高的哦。这个如果一旦脸书进入到中国大陆的话，哇，那个脸书的股票恐怕还是会涨哦。嗯，不过我们看到脸书其实，就算是没有进到中国大陆啊，它也还是努力在维持它整个其他这个世界其他各地的市场嘛。所以它好像还是一直在不断的推陈出新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论是手机的 App 啊，或者说那个即时通讯软体嘛，那它现在其实通讯软件它也加了一些贴图的功能，是就跟那个卖的贴图很像，然后你可以下载很有趣的哦。它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，它最近又做了一个叫做搜寻，脸书搜寻哈，一直被大家诟病说它不能搜寻东西，就是它搜寻实在是很烂，可是它现在改了一个新的版本。你说搜寻的这个标的物是什么呢？你自己的文章跟你跟朋友的对话，或者说你的一些重要的事情，都可以用脸书来找。因为你要看一个人，比方说我想看国华，你可能去年有哪些好玩的，我要一直卷，我要拉到你去年的那个动态墙嘛。对，我要一直拉，是而且要找很难找，大海捞针。那他现在提供的这个很棒的搜寻功能是说，可以让你找得更顺利。而且我一直以为脸书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内容啊，是有一段时间性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像过了某一个时间呢，它那个东西都会消失不见。原来它还有这种功能啊！对，就是它十年内的话，你都可以去找。十年内，真的假的？所以它这个功能，台湾的这个网友也可以使用吗？对，现在可以用了，就是新的功能。哦，当然没有，台湾要等到美国测试完才可以。对，是是是是，美国马上可以用。那台湾的话，要等它测试都 OK 之后呢，那就可以用。哦，你看看脸书现在还这个 Thanksgiving 的时候还推出一个什么感谢的那个剪辑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哇，那所以你看他还是为了每一年都还在绞尽脑汁，看是可以把这个他的这个使用者能够巩固住哦。所以这个推陈出新很重要。我每次为了要找那个脸书相关的资讯，哦，一直往下面拉，一直往下面拉，拉了我好烦哦。哇，现在有这个东西搜寻的话，应该是方便很多哈、哦。
而且他的贴文就是数量越多嘛，那我要从什么标签啊、地点啊、照片啊去找，就很方便。是，哇，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好的发明，有蛮好的一个功能使用啦。对对，比方说你要找一个你前几年一个好朋友结婚的照片，你可能找不太到嘛。是，那我现在只要找国华结婚，就可以找得到。包含这个关键字的贴文跟照片就很快哦，你看看多好用啊。不过脸书我刚刚提到，就是说他除了想要进中国市场嘛，然后也要提高他自己的这个功能的这个 friendly 哈，这个友善程度哈，那更方便这个使用者来使用之外，来巩固他的这个族群啊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也在不断的扩展其他这个地区的这个使用者哈。我就听说啊，脸书好像这要求他的功能是要使用低阶手机啊，是这样吗？对对对，因为现在大家都用高阶手机嘛，那你写程式之后呢，你可能他工程师可能会说，哎，我在我的高阶手机程式上爬都没有问题啊。是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一般用低阶手机人用脸书的 paper 可能会很慢，也或者说，是，对，或不好用，那么下次就要让工程师去体验这个事情，然后以及不好的网路，然后他们要在这种环境下做出说，即便是很烂的手机、很烂的网络，还是可以顺畅的用脸书。他们会希望做到这样子，所以他这个是有点在瞄准第三世界这个国家的这个市场吗？对，新兴市场的用户。哈哈哈！哇，所以他这个企图性还是非常高哈。对，而且工程师用比较烂的手机或电脑来测试，有个好处是说，你用很好的电脑的时候，你其实你会有一个盲点，是你不知道底层人民的辛苦。哎，这个好像这个应该这个跟这个执政者的这个心态有点像，也会要求他们可以体议民意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工程师其实他就是这个我们叫做人类科学技术的神嘛，是他们做什么东西我们就用，对不对？嗯哼，那其实他们的思维其实很重要，是怎么样的东西变成是对使用者友善，这个是蛮重要的。对啦，要了解使用者到底心里想什么，否则不好用的话，你设计出来也没人要用，那不等于也是浪费齁。对啊，这个不过呢，祖克伯最近很风光啦齁，风光到这个除了这个有机会这个进入到中国市场之外，好奇怪啊，最近好像跟苹果不太好啊，这关系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对，蛮紧张的哈。他最近就是接受那个《时代》杂志专访嘛，他就说，苹果啊，这个如果说他真的很在乎消费者的话，就不要卖那么贵。他觉得是这样。哎呀，说出了我心里的话。对，他直接点。对，但我们讲可能没有什么嘛。可是他一讲出来之后，就大家就疯狂去报道这个事情。真的，苹果真的太贵。不过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是意有所指吗？还是在修理苹果？应该说，苹果那时候不是 iCloud 的相簿被骇客入侵嘛？是那堆女星的裸照被外泄嘛？哼哼。那个时候，库克他有做一些发言哦，他就说，网络变成免费啊，那使用者就不是消费者，反而变成网络公司的产品的一部分。是，就是说使用者产生的这个内容，你同时是使用者，但你同时也是建构这个产品的人。因为有你的照片，它这个东西才会服务才会发扬光大嘛，大家等于大家是一个共生的体系。是，可是对，那他意思是说，使用者付费应该是正确的。那基本是用网络的话，也是对。所以他是要求应该要使用者付费嘛？可是刚好这个脸书的这个状况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脸书它是采用那个广告的方式来做，所以呢，这个两个就杠上了。对，不过因为他们两个还是有他们还是有一些合作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只是说他认为说，脸书啊，他必要靠网络广告来存在嘛。那脸书他的任务是说，都把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全世界都能够串联起来，可是串联起来不代表说使用者要把钱拿付给脸书这样，所以。他认为说，其实这个模式跟苹果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那苹果会不会降价呢？苹果到底在不在乎消费者呢？这个我们拭目以待了哈。这个已经跟库克已经表达心声了嘛哈，希望他可以降价。
但之前那个贾博士他不是说 I don't care 哎呦，他们苹果就是这样啊！哎呀，这个他都是别人往他身上去贴的，他才不在乎别人在想什么。对啊，对啊，哎对呀，啊。这就是苹果啊，很有个性的，这就是苹果的性格。哎，不过呢，这未来哦，哎，讲到这个苹果啊，哎。刚上次我们提到过那个穿戴装置嘛，就是那个 Apple Watch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今天看到一则报道，不得了啊！他说未来这个产业，哇，到2018年会暴增到现在目前的3倍以上啊！对，就是从1900万台到6000万台，非常的多，哇，3倍哦。这是真的假的？哇，这个会不会太夸张了？是大家以后都用穿戴装置吗？就是主要是智能手表啦，嗯大概可能占哼，一半以上。还是智慧型手表为主哈。对，然后还有运动的时候用的东西。哼哼哼哼哼，就什么智慧型手环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哼哼哼哼，测然后心另一跳种啦，是干运。嘛的？对，然后另一种是专业的，就是说可能它可以运动的体型，比方说我们知道慢跑或者是说跑马拉松，我们都要调整我们的跑步的姿势嘛，哼哼。还有跑步的这个 pace，就我们叫做什么跑步的这个步伐跟节奏。是，那它会自动用语音提醒你说你应该要慢一点，你应该要快一点，你应该要怎样的？它是可以这样做的。哎呀，这个跑步的时候听到人家这样讲，会不会到最后都不晓得怎么跑？应该用左脚还是用右脚？可是其实蛮多人很需要这个东西来帮助他做他的这个体能训练。那不论说是健身房或者是说跑步，其实都还蛮有这个功能。那未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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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
是穿戴装置神奇的地方啦，它真的很方便。不过呢，好 ，OK， 我们必须要看到一则新闻了。哇，这则新闻也是穿戴装置的相关新闻啦。不过呢，它这个好像这个下场，我们要用下场两个字嘛？哦，这个结果呢，恐怕好像不如预期啊。哎 ，Google Glass，Google Glass 好像现在已经从这个极红到现在好像没有这么红啦。对，就是大家开始不太 care 它，它是。2012年出来的嘛，是。那2012年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大家是觉得，哎，这个好特别哦。哼哼。透过那个高空跳伞，然后让大家看这个感觉，非常的棒。可是这两年的话，一直开发，一直都没有很顺利的那个推到市场上。是。因为价格可能一开始很贵嘛，而且是给公司先试试看有什么 app 可以用。可是这一两年下来呢，其实，你就看到说，虚拟实境。扩增实境大家其实都很重要，可是其他产品也可以做出类似的功能。然后像大给大众的这个 Google S， 它其实就没有很受到关注，就是说关注度就变低，而且它提供的功能或者说它的一些争议性其实就很大。是，您刚刚提到第一个是价格问题嘛，太贵了，对不 对？好，另外一个就是争议性很大的就是隐私权的问题嘛，哈，这个它也没有还是没有解决嘛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其他的这个争议吗？其他争议可能就是你刚讲的，就比方说偷拍好了，是，那大家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限制他偷拍的问题。对，然后他戴威力，你怎么知道他怎么说？他看你的时候，可能就要都在拍照，是，因为你只要眨眼就可以拍照了。真的是很无预警啊，所以那个时候还传出有些这个餐厅或是咖啡厅都不准这个 对禁止这个戴 Google 眼镜的这个客人进来嘛，哈，不做他们的生意，这个避免是侵犯其他顾客的隐私权啦，好，所以他这个东西一直也没有办法解决，其实也是一个大问题。所以现在 Google 眼镜现在真的已经会寿终正寝吗？他们现在在做下一代，就是给公众用的产品。哦，可是呢，他们的专案团队的工程师啊，陆续都离职了。天哪，那价格会降下来吗？会。OK， 呵。但是离职之后呢，他这个技术可以传承吗？哇，天哪。对啊，现在就是大家担心。不过我觉得还好了，以美国的发展来讲，他们其实要找的其实都还蛮容易。找到适合的人，是产品如果说要继续，只是说时间的问题是会被延误而已，然后到底能不能被市场接受，这个可能才是关键。是，好，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哈。因为这个 Google Glass 当初啊不得了 ，Google 眼镜啊，它是被列入2012年呢十大发明的这个其中之一项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想到才走两年了，哦，已经
几乎看不见踪迹了哈。所以川奈庄之呢究竟可以红多久呢？其实大家啊、我们来看着办好了哈。不过您刚刚讲说要找人，对不对？找人这件事情啊、我们一定要讲一下哈。如果呢你离开了 Google Class 之后，你能去做些什么事情啊？好，哎，听说无人机现在不得了，很抢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会驾驶无人机的话，年薪上看300万台币哦、天哪，哪里需要我？赶快去报名啊！啊，真的啊，是为什么现在无人机真的热潮这么红啊，这么火热啊？上回我们不是就说机械人嘛，机器人应该可以超过无人机吧？对不对？可以，可是有些东西还是需要人来做判断，比方说，你要去做拍摄空照啊，或者说是用无人机去送东西啊，或者说是一些各种商用的无人机，都还蛮需要驾驶员的。那他们认为说，美国领空一旦开放无人机正式开始之后，大概这10年内会有10万个工作机会。哇，然后很多公司都开出很优渥的条件给这个无人机的驾驶员。您刚刚说那个优厚是多优渥？就是大概年薪10万美元，或者说是1小时50块美金这样。哇、啊，真的，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，现在不晓得还来得及来不及啊，呵呵，所以这股热潮应该还是会延续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应该10年内都不会消失。哇，真是一个很抢手的工作哈，而且这个要跟写程式有一点关系啦，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最佳化路径啊，或者说是做很多调控跟这搭配。其实是还蛮重要的。无人机现在不只是在美国吧，应该是在全世界，现在这个都是一个很新兴的这个产业科技的发展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它相关的那些什么电机啊、工程啊都还蛮重要，或者说是一些怎么样发现型的引擎啊，或者说它的那个路径跟一些服务的搭配，其实都还蛮热门的。可是呢离完全成熟还要几年的时间哦。嗯哼，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成熟嘛，所以你现在要进去应该是正式时候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是正式时候。哇，所以各位听众啊，你这个万一呢觉得你的工作呢现在已经有瓶颈的话，不如这个试试看无人机驾驶啊，这真是一门好生意啊。哈 ，OK， 好，昌明，今天谢谢你喽。哇，今天的资讯非常丰富啊，我们这个期待下一次啊，你可以跟我们带来更多更不同的资讯哦。昌明，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